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ost 76的玩乐女神 Isis 李慧璇。我和大家都一样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迷，得闲嗰阵都会开大个喇叭看翻几套戏噶。最近我就买入了一套声巴系统，就是 Sony 声巴 HTMT500 啦。不如而家就和大家开箱看下入面有啲咩啦。我面前呢个纸箱就是它的包装盒啦。盒上面可以见到它能够支援蓝牙、Spotify、Chromecast 等等的功能。打开包装盒之后，就有一份使用说明书啦。之后咧就有声巴的主体，然后就是低音喇叭。最后就有一些 cable 等等的配件，入面大概咧就是咁简单噶啦。HTMT500 的主体喇叭搭载了一个由铝磁铁构成的45mm 全频单元，即使在大声压的情况底下，仍然可以保持三频的平衡。至于低音喇叭就是以中密度纤维板来制造，配有一个 160mm 大口径的低音单元，拥有不错的低音下潜能力，应付百零尺的播放空间绝对游刃有余的。HTMT500 特别将它的低音喇叭设计成可以支援直放和平放两种摆放方式。至于梳化模式就更加加入了 EQ 优化调整，令到低音可以模仿出类似震动座椅和 4D 体感电影的效果。我现在要去看戏了，下次再见了。